90娱乐称，泰囧中徐峥饰演的徐朗这样说过，世界上最土的事情就是拍照的时候比出剪刀手。其实拍照比剪刀手土不土，主要是看脸。憨厚的王宝强比出剪刀手的确挺土的，不过也很可爱。这么幼稚这样土的拍照方式，只有赵丽颖坚持不懈地做到了，永远只有这一种方式。虽然赵丽颖比起王宝强漂亮很多，可是一拍照就摆出剪刀手，一次两次还好，看着还觉得又接地气又可爱，多了就有些受不了了。除了剪刀手，还有加上歪头贴脸，这种拍照姿势多的都数不清了。可以剪刀手，可是也要有点创意吧，别永远是歪头贴脸的好吗？这张剪刀手看起来就舒服多了，终于不贴脸歪头了，改放在肩前了。这几张看起来挺可爱的，搜赵丽颖的照片很难找出没有剪刀手的，片场照也是。难道赵丽颖已经形成条件反射，只要有人给她拍照就不自觉地拿出剪刀手了吗？